Hello， 各位早安，今天是马车挑战的第一场，甜点峡谷。我那时候是赢过任天堂了哦，只是我们再来挑战一次。甜点峡谷我已经赢过了，如果我这次过不了，我就直接给大家看我的车椅。我之前玩过甜点峡谷，应该算是很简单的一张了。那你就直接说挑战 YU 世界就好，因为并不会有其他观众。想问世界跟阿德是不是可以挑战？甜点峡谷还蛮简单的。我们不要听红家在那边吹牛啊！有甜点峡谷可是很简单的耶。哇啊，输了，不要啊！没关系，我们第一圈就赢了任天堂1.6亿。哎呀，没吃到金币，可能只有三枚。我们这边一定要往右靠，然后这边绝对不能撞翻啊！啊，我的小尾没有，惨了！这应该不是攻略，这应该是赢任天堂的。就是你要甩尾故意的，乱交，惨了！我现在只赢任天堂一点点。可恶吧！没关系，赢就是赢，我管你赢得三千。OK， 我们这是完美的捷径。好，我们第二圈就已经赢了任天堂，快要3秒钟了。我们现在应该是很有希望的。然后这边金币七下，你甜点峡谷几秒啊？然后我们换一条路走，换这边，这边的金币还没吃。我在最后时刻可以加一下速，你好失误，开到巧克力湖了。好，没关系，甜点峡谷真的是还蛮简单的，要赢任天堂只是小事一桩啦。我们要用10枚金币，最后做一个完美的 customer， 拜拜任天堂。如果喜欢今天的攻略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！我赢了任天堂3秒钟哦！记得订阅我是翔的世界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